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宏观战略。那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了哈。今天的节目呢有两大主轴，其中一个就是你车票所看到的，我们今天来聊聊网通 IC 设计的。好，网通 IC 设计。那前面已经跟他聊过消费型 IC 设计，也跟他聊过了 MCU 的概念啊，那也跟他聊过这个模拟 IC 的部分。今天我们要来聊这个网络通讯的 IC 了哈。那这一块为什么也很重要？因为在这个领域里面来讲，有好几档重量级的股票，好，我们等一下来聊。好，这是今天节目的一个主轴。那另外一个主轴呢，好，就是要告诉大家，好，今天宏哥欢迎非我真的啦，我讲真的，我不管你加入我的好友群哈，你的目的是什么？也许来问股票 ，OK？ 也许来打打招呼，我也可以接受。你来跟我切磋的，我也非常的欢迎。好，哪怕来踢馆的也无所谓，我讲真的啊。好，今天开门做生意嘛，对不？我们今天开门做生意，怎么可以怕人家来找麻烦来踢馆，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叶问那个电影，对不对？好，那个金山找是不是把整个佛山一条街都踢馆踢了一遍？最后踢到叶问家里的时候，反而倒栽葱啊！我不是说这种方法不好，不阿嘞嘛，对不？你不稍微跟他切磋磨练一下，你怎么知道你的功夫底子到哪里？所以我从来不怕人家问倒我的啦，好，问倒我的。那今天为什么要跟他提这个事情？你看哦，我们讲今天，我们现在看一下哈，你看今天大盘有量3200亿的量了哈，那今天差一点点平的前波高点，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今天涨停板的加速也蛮多的，好，大家发现到哇，你看上市有8档，然后上柜有16档，好，那扣掉一些涨停打开的，其实今天涨停板的股票其实还是蛮多的。那今天可以看到有一个族群很强，那就是 AI 的概念，你看像秦城啊、银邦啊，好，这是 AI 机壳的概念。就还不错，哦，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像这个你看防疫的概念股啦、恒大啦，还是继续在涨嘛，哈，康纳香继续在涨嘛，好，那你看这个华泰也是搭着 AI 的这个热度哈，今天还是持续的攻。总而言之，就我的看法啦，今天哈每个类股里面哈都会有一些很明确的主流，可惜就是有些股票涨多了。你看一下今天有一档股票啪跌停板这个哈，你看哦。有些股票就是说涨多的时候，它就会面临到这个问题。啊，你看今天大盘再起个大起哦，还涨到100多点，结果你看这个附近通反而什么打到跌停板。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了，我们今天的重点要讨论附近通跌停板吗？绝对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要来讨论什么？就是说这一些会大涨的股票，如何在还没大涨之前？买在别人不知道的起涨点，这开始重点嘛？你看我过去分享的杨志也是一样啊，秦邦这些是不是都还没大涨之前哦？哦，你看像这个秦邦也是我们讲这个月的嘛，因为秦邦是我这个月分享的股票嘛。你说杨志啊、华讯那些订购我也打击，我们不要讲那么久了，我们就讲这个月的。你看秦邦是不是还没大涨之前，我就提醒你了，而且是节目上公开的，大家没印象？哦，黑雷奇中，我那时候给的概念是什么？可能很多投资人我忘了，我要给我资料让我炸出来。哦，有没有看到？那时候我是不是告诉大家？哦，我看好了一档股票。哦，那为什么看好这档股票呢？因为它受惠整个国家前瞻计划的风电基建嘛。哦，那手上有几个大工程、大钢钉。哦，所以说虽然上半年的营收并不是说非常的好，可是至少还是有获利的。好，哦，那这是银邦，有没有看到？啊，这不是银邦，秦邦了，有没有看到？好，哦，这是11月2号。节目上，我先把这个股票我看好的理由先讲嘛，对不对？讲好之后，有兴趣的投资朋友，你加入我的 LINE 好友，问问你自己，我有够吗？我有没有讲？虽然字卡上面没有讲到秦邦，没有讲到一个字秦邦嘛，啊，我有够鬼啊！你加入我 LINE 好友，你要问嘛？当然啦，因为手机不能用问的啦，你可以打字问啊，哎。请问这个周老师，你刚刚讲的这一档是什么股票？你也在懵嘛？懵的你谈掉，你有利益啊？你看，当然了，你参加会员更好了，因为会员我们就直接带了。一般会员有没有看到？普一般会员10月2号，秦邦底部加个完整，筹码相对稳定啊，我看到不？47块买进的，没到四吧？哎，11月2号买在47块，11月2号你对，你家啊，你家亲爱投资朋友，你家呢？11月份的开门红，
我就送你一支这么标的股票啊。那么月月有标股啊，真的每个月都有啊。我也不要这边讲什么杨志的啊，之前那一些什么讯芯啊，吼、哦，那华讯那些，那东西仅能够为代际。也许你会觉得说啊，能够为已经距我很遥远。对，好，也可以啦。做短线的来讲，一两个月真的有点遥远了。那可是秦邦这是这个月的事情而已。哎，这买个尾车的代际啊，我看到不？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这档股票，我是在好友群里面。不努力的呢？我修炼一缸半色呢，只要你问，你互动，我说过嘛，我们今天开放我们赖让人家赖好友啊，我修炼怎样？哪怕你还踢馆的都无所谓，我不是有讲吗？干嘛要你呀？要你做的好啊，给你报给你猛加乒乓姐，也是有这种人也很多啊，点赞的也很多啊，我也谢谢大家。可是呢，加入好友群的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想来赚钱的嘛。所以我当初在节目上跟你讲说这档股票它凶嘛，因为我知道那时候月初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他不一定能够接受比较高价的股票嘛，那所以我给的是比较中低价。那你看秦邦47块进场，而且是底部哦，应该看吧，我没骗你们嘛，应该看吧。这样子的做法哈，我跟你讲，我绝对不是只有秦邦一档的。好，我们今天好，你看来有看了不？轻轻松松一张价差要30000块啊，对不？40几块的股票，我跟你讲，我带会员、清代会员都是一次20张买的、啊，很正常吧？40几块的股票，一买一二十张，对不对？对一个资金有50000000的人来讲，买20张算什么？不多嘛。那记不记得我前几天有跟他预告，我说好啦，有人都说啊，这些周鸿祎做低价股，对不？我知道有人心里瞧不起低价股，你看像我们当初在讲这个杨志的时候，哎，我对这十几块股票没兴趣啦。我在讲华讯的时候，有没有大家没印象？哎，40几块股票我也没兴趣啦。我不是跟他讲，我说你要做高价股，你跟我讲嘛。我等级高的会员都有带高价股啊，比如说这一档，有没有印象？我看好了一档股票，没印象，专注晶圆级的微结构光学元件代工。好，我那时候讲得很清楚哦，因为以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光通讯的应用，你看最近很多光通讯的概念都还不错嘛，对不对？好，表示说现在整个光通讯的应用跟 AI 一结合完之后，哇，那是不会久听。所以那时候我在节目上我跟他提过，你有兴趣跟我赚这个，因为这张股价比较高，能八归扣。我那时候讲过嘛，比较高价的股票我会带，比较限于比较高等级的会员。好，所以我那时候讲啊，我说你这档股票你有兴趣的投资朋友，好不好听？你加入赖好友，你跟我讲说，洪哥，我资金太大啦，我无想要做杨志十几块的，你也使报一两支啊，百几块能我买一个无？就是这一档有啊，这比较贵，这比较贵啊。我想得很清楚，有，当然有嘛。我哪有可能给他弄做低价股，对不？但是也不可能全部都带高价股啊，毕竟有些人的资金真的没那么多。所以你看，我把杨志、华讯这些比较低价的、秦邦比较低价的，我给一般会员买吧。那你资金大的，你搞公六千人千八呢，甚至你有1亿的，那我肯定不，也还是会以比较中高价的股票来讲吧。所以这档股票是哪一档呢？来 ，double tick 过来好了。11月3号，我们看到，11月号我们是买秦邦带一般会员，11月3号买什么？买彩玉6789。我告诉会员，筹码跟底部的结构表现符合做多的要件，空手的206块买进。好，底部哦，我看到不？206块，11月3号买进哦。彩玉比较可惜的是什么？那时候我们买了之后，哇，盘了好久啊。所以这段时间以来，我也没有拿出来跟你讲啊。可是记不记得我上礼拜跟他讲说，我手上有几档高价股，只要获利超过将近40%的，我就会公开，彩玉就是其中一档。到今天为止，多少号细想，哎，大概45%左右公开啦。我们看到，给他 OK 吗？谁说我没有高价股有啊？因为有人给我赖留言说，哎呀，这周鸿祎做低价，哎，没有，你要问嘛，对不？你不要看我节目上都在讲杨志、讲华讯，好像跟他我拢一低价股，没有，高价股也有啊。我会看嘛，你来找我高工六五千万，对
对不？我资金有5000万的，我肯定会以高价股的布局为重心嘛，而且都布局这种的。你们自己看嘛，我今天虽然我是今天才把 call 讯拿出来看，但是我有跟他提过，我有没有看到事先公开分享？我说过，而且我在节目上我先讲哦，我讲你也要做100几块以上的股票，好、哦，100到300之间呢，好、哦，你就叮咚叮咚跟我讲一下，对不？就敲我一下，对不对？打个招呼，周老师你好，对不对？我资金有多少？我想要，对不对？看看你看好什么中高价的股票。那彩玉就是一档，所以我节目上先讲过啦。我快 AK 耶呗，我节目上先讲哦，就像秦邦一样嘛。我们不要再讲上个月什么杨志华讯，我们讲这个月的嘛，对不？我是不是先跟你讲秦邦？节目先讲嘛，我说我看好这一档，对不对？社会前瞻计划的这个大基建的这档股票嘛，对不？我说好了，你真的瞧不起这一些50块以下的也没关系嘛。隔没两天，我是不是告诉大家，我现在带货人在布局一档，股价比较高。哦、如果你资金真的够了，你跟我讲，或者传你走嘛，就这个啊，有没有看到？彩玉啊，我看到不？隔天啊，11月2号是不是买秦邦？11月3号买彩玉，而且都买在什么？给量。11月3号你家，你该看嘛，对不？买了之后，你看这边还盘了好久，所以我上礼拜我是不是讲过，等到我这些布局的股票获利只要超过大概40%，我就会公开了。那秦邦早就超过，所以我很早就把秦邦公开了，对不对？今天来公开彩玉，所以投资朋友，你要搞清楚状况啊！我再打个比方好了，来来来，咱今天来讲这支，好，咱今天来讲这支，卖公话无先预告、哦，来，受惠什么 ？AI 伺服器主机板开始出货，哎，今天 AI 的股票很强。虽然说今天是鸡壳先动，但是他们发现到有很多 AI 的相关概念股今天也都开始止跌了。这背后有玄机的，大家懂吗？机中 build and go 嘛，对不？机关唱一层口的这种道理嘛、哦，所以大家了解到、哦，那我为什么看到这张股票很简单嘛？受惠 Intel 跟超威伺服器新平台的上台嘛，哦、要上市嘛。哦，再来这家公司呢，主攻的是什么？比较中高端的什么伺服器的这个板子。哦，上半年虽然赚1.87，不多，哎、欸，赚的比秦邦还要少。可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让这么跨股票爱跨啥，你知道不？就是说，它现在股价还在低档，市场都没有什么人在渲染。啊，没人提出来标，你知道不？还没有媒体大肆报道的时候，这个新闻跟买啊，我一直强调嘛。你是要坐桥红灯，你还推比会比较快开心一点，还是去帮人家抬？我刚刚不是讲吗？我们今天要浪费时间来讨论富晶通为什么跌停板吗？没必要嘛。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不是富晶通为什么跌停板嘛？我们要讨论的是说，啊，我都买你一家，我赞哎，对不？人生一大乐事，做股票最高境界买最低卖最高嘛。问题是，能买最低卖最高的毕竟是少数的人。那是神在做的事情。我今天不是要告诉你，你跟着我可以买在最低，买在最高。我今天告诉大家，就是说，在这些股票都还没有大涨之前，咱紧上桥嘛，听我意思不？这情形就好比说，你看，我刚跟他聊了这个彩玉，也就是对他的道理啊，对不？你还没标以前，这个月哦，那我买个铁定购哎，你看11月3号，对不？逢低206，哎。到今天为止，已经价差90000块呢，亲爱的投资朋友啊，206块还是传回完没？我还没有算到加码单。你说加码单，有人有加码，有人没加码，那很难算嘛。你跟着我在206块买进的，今天涨停板296，你自己算嘛，296减6块，减206，今天是不是90000块？哪怕你只能买一张，也赚90000啊。那更不要说你资金够了，你是买个5张，买个10张的，我蒙你也被700000了呢。好，你说你200多块股票啊，主要是我这个想鬼买不起。那我跟你聊了那么久的秦邦，47块公开，11月2号的公开，到今嘛，就问一下。虽然这天秦邦稍微弱一点，哎，这段嘛没有高啊吧？这段嘛有高啊吧？亲爱的投资朋友啊，这段你也赚有到，一张的价差卖要到30000的，几十张就30000啊，敢会输赚彩玉？论涨幅？秦邦比较强哦，涨了60%哦，彩玉到今天涨40%呢，所以为什么我把它今天才拿出来讲？因为它之前没有什么涨，
我说过嘛，不到四成的股票我先不公开嘛，等到超过四成我再来公开给你们知道我到底还有什么压箱宝嘛。啊，那些游戏规则大家了解了吗？所以你不能够说啊，这是我都买不上强的股票，买不上标的股票，你爱问啊，对不？你到外地去玩迷路了，你总会开啊拍谁哦？哎，没给我买什么路啊？没那行，走错路都知道要开口问人家路了。有警察问警察嘛？没警察问移交，像我最喜欢问移交，对，因为有时候警察还不让你问，对不对？问移交，移交跟你讲，哎，安那行，安那行，安那行。对不对？最早以前还没有手机地图的时候，是不是都靠人家用？是不是要用嘴巴问？阿梦的问到问对人家走对路了嘛？就不会走冤枉路嘛？你要问啊！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你今天加入宏哥的好友群？我不是让你来捧人场的啦，我攻击你啦！我不是要来冲人数，我不像有些老师说，恭喜我们加入好友群破一万人，来啊，那那那，我安尼讲，我安尼讲啦。对不？十万人又如何？对不？阿别报恁贪钱，哪怕这个群有一百万个人，没有意义嘛。兵不在多，在精嘛，对不？就这些斗笠啊。所以我今天要跟他讲的就是说，今天你加入我红周红的赖好那个赖这个赖好友群，好，我不能跟你讲说我包山包海包生意啊，好，我不敢讲给你，我可以给你全世界。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心想赚的，就像我刚刚提的，对不？你开嘴问一下嘛，钱帮你都赚到啊，财运你都赚到啊，对不？有那么难吗？所以我今天要跟你讲的这句，好不好？你家今天差一点点涨停板，我先不讲，因为今天哈、涨的股票很多，很容易被猜中。我今天先让会员多赚一点好了，好不好？我先不公开，无兴趣哎。好不好？一样，加入赖好友，好联盟不要紧，好联盟，这跟我们今天要讲的 IC 设计是不冲突的，懂吗？我们今天讲的 IC 设计是为了下个千年行情在布局，但是你要被变下一种，它得爽哎，来，这爱对又掉，好，这是我会员的股票，今天我们现买现赚，但是我先不公开，好，我先不公开，好，我先保留，但是有兴趣想赚的，你加入了我赖好友不要紧。好，我也可以很大方的分享给你会员的股票，都不要紧。但是我今天先不讲，好不好？好，先不讲。有兴趣的，好，有兴趣的哦。好，我已经够，我先预告喽。你卖贵两天，个标题的时阵，然后又给我留言说，又酸我，阿里亚伯恭喜对一期啊。我节目上当然先不讲嘛，你可以问啊，你就问嘛。我说我最喜欢的人在问，问答我都无所谓。我本熟人不怕人问嘛，怕什么？你家我认出哎，好不好？加入来好友。好，那讲了这么多，来吧。今天大盘哈，虽然尾盘就稍微压回，不过今天平常心讲了，今天大盘的买气还是不错的，好，买气还是不错。你看今天增量到了3217亿，表示说现在整个大盘的格局啊，它还是维系在这一条十日移动平均线这边震荡。好，那你讲嘛，就在所谓的高档震荡。那当然啦。现在大盘走到这个位置点来，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现在的重点不是去讨论那些涨多的股票。我刚刚跟他提到嘛，我们今天有必要浪费时间来讨论这个股票吗？没有必要啊。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什么？李佳。所以哦，来，先进广告后啊，好吧，先进广告。我们等一下回来聊一下网通的 IC 设计，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你还在看吗？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你还在看吗？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轻松富专线02-8511-3366，8511-3366。
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也协助您实践梦想。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相信专线02-8511-3366，8511-3366，鼎业投顾。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好，如果今天讲得完，就今天把它讲完；来不及的话，明天继续跟他聊网通 IC 设计。好。那当然，网通 IC 设计在我们这个中高价 IC 设计里面族群来讲的话，也算是其中一个。那楚呢也跟他聊过了，三呢也跟他聊过了。但我们烦恼今天为什么 AI 的机壳这么强，就是跟散热有关嘛。因为现在的伺服器，以前旧的伺服器，它没有办法因应什么水冷、静冷，哦，这种功能，所以他们被迫一定要先把壳换掉。哦，那包括里面的基板，如果可以沿用就沿用，不能沿用的话，那没办法跟着淘汰。所以壳要先换，大家懂吗？好，卡在新挖，好，就这个逻辑是比较奇怪。一般来讲是贵州挖嘛，可是可能有的厂商想省钱啊，我要先改其他。有组装过电脑的人应该就懂我的意思，好，他就说里面的基板的一些插槽应该基本上都是固定的，可是壳它的因应它就比较没有办法，所以一般都要先换壳源在这里了，哈。好了，这不是今天的重点，重点在这里。来，这个网通哈。厂商虽然不多，我这边罗列出来只有多少？只有九间，虽然不多了，没有像前两天哇，那 MCU 的那么多，可是这个族群反而哈，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面很重要，好几档重量级的股票，比如说瑞昱、联发科，哦，还有金利科，这个都是在整个网通族群来讲非常重要的。那网通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来，其实哈，我们还要谢谢美国了。你看哦，前几年哦，你看哦，美国在2021年哈提出一个大基建法案。其中有一条为期5年的宽频基础建设法案，预算是650亿美元。好，当然这650亿美元不一定是全部丢到台湾来了，但是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商机，懂吗？因为以这种网通晶片来讲，除了美国像 Qualcomm 这种比较大间的也有在做之外，问它晶片贵啊，你要便宜的话可能还是买台湾的，哦。那欧盟也提出数位的转型计划，预计在2030年，他们的家庭网速要达到 1G。那七大工业国基础建设法案预计要投入6000亿美元。好，那其他的我就不再跟他多讲什么，因为网通的应用其实非常的广泛，啊，非常的广泛，包括家里面的网路盒啊、光纤啊、光纤道士，还有以太交换机等等。好，那当然最大宗的还是会用在什么伺服器的终端是用的最多的。好啊，不然我们怎么上网，对不？你了解基地台架构啊，所以也讯号在传输嘛，哈。那今天跟他聊这个网通 IC 设计的重点，就是要告诉大家，哦，这一块在整个我们国内的 IC 设计的产业来讲的话，它也是一个强项啊。我们国内的 IC 设计，我说过，我这么说讲嘛，全世界就只有两个国家 IC 设计是真的打不死的，一个就美国，一个就台湾。你看哦，我们对岸中国大陆虽然花了这么多钱在搞晶片，可是他们有一个东西他们一直弄得不好，就是 IC 设计。因为他们想法还停留在我去工厂这大单，去工厂这大单那种概念，你知道吗？就像他们拼命的生产汽车，对不？拼四秒就好，不要啊，卖不出去，跟他讲嘛。问题是最上端的那一些开发，那个都是很花钱的，所以有的人都不太想要在那个部分，哦，去花那么多钱。所以台湾的 IC 设计为什么会那么强？你看，连韩国都不是我们的对手啊，哦，这一定有我们的道理在的，哦，一定有我们道理在啊，不然你看。什么 AMD 啦、NVIDIA 啊，他们为什么都会来找台湾的协力厂商，对不对？就是我们的竞争优势就是在这里啊。那你看到在整个网通的概念股里面来讲，我们刚刚提到嘛，熊熊啊，就给联发科。好，哦，讲到联发科，哦，我来个操回去了。
我伫遮就甲你提醒啊，730块甲恁提醒啊，今仔到800几块啊。好，这不是重点。我们今天重点不是在讨论那些已经涨翻天的股票，我们今天重点在哪里啊？就是说，如何在这些还没有涨的网通 IC 设计股票里面来讲，去挖掘未来有机会大涨，才是重点。啊，你大家听我意思啊不？所以这份资料，这份战报呢，来一样，加入宏哥的 LINE 好友，这份股票啊，你这份股票，这份战报你得看得到。好，除了今天给大家这个战报之外，如果你对我今天讲的这档股票有兴趣的，也可以一并的问，好不好？好，这是我会员的股票，我先不公开，但是我先跟大家讲，已经买了，股价稍微100多块，不贵，好，不贵，这是在我整个百元的布局的规划里面来讲很重要的一档，我今天先跟你预告，好，先跟你预告，好，所以有兴趣的投资朋友记得哦，好，加入宏哥的这个 LINE 好友，好，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你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透过我们 LINE 好友群来进行提问。最后呢，也预祝所有的投资朋友呢，操作顺利，我们明天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